我们继续哭泣男孩的半面像的示范。我们经过了这个起形、结构以及黑白灰的关系，那么接下来的话呢，就进入到了一个细节刻画、体块塑造、细节塑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。那么在画的细节的时候呢，你需要理解体块，理解形体。Thank you.
我现在是用这个 3D 的笔啊，把这个形体呢转折的地方再稍微卡一下。注意这个耳朵这个交接线的颜色哈，它在这个转折的这个弯这儿是亮度比较强的，然后卡到这儿的投影颜色比较强，中间会有一些反光，然后往后转的地方啊，亮度比较强。后面的厚度啊。亮度比较强，
两边的这个体量啊对应的去画，同时不要忽略它这个整个头的一个体积感。